现在的人为了名气和钱财，什么事都有干得出来的，不管是美名还是骂名，不管这些钱有多么肮脏，有些人就是能接受。为了名声不择手段的有很多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曾经轰动的全国，这件事情就是三里屯的优衣库事。为了出名，这个事件的男女主角竟然把这样不雅的视频上传到网络上去了。不过他们的目的达到了，他们是真的红了，红到他们被一群中国人唾弃了。这个事件发酵后，女主很快就被人给找出来了。她是北京的一个学生，叫做于毅。知道这件事情后，很多都对于毅铁不支持的行为进行了指责，还有很多人直接是辱骂。因为不堪重重的舆论压力，于毅当时想要自杀，这不过没有成功而已。这件事情已经过去3个年了，事情已经逐渐平息了。最近于毅又在网络上出现了，他这次出现还带了一个男人出来，这个男人是他的新男友。说来也怪，当时的时间明明有两个人，但是当时的网友都是在对于毅进行指责，而事件的男主人公却没有多少人关注，这个男的信息都不是很清楚。没想到过了3年，于毅又交到了一个男朋友。因为于毅以前的事情，很多网友都称他的新男友是接盘侠。这是于毅和他新男友的照片，两人看起来动作十分的亲密，希望这两个人是真爱。